今天的最后一刻。反复我念着剧本，镜头下切换人生，空虚孤单寂寞全忘了，等待上映那一刻，准备好你的掌声，人生没有剧本，只能 action。 1, 2, 3, go。 想象着如何诠释角色的数着，快归零的存着，动人的故事需要铺陈，就算有时候为日子难过，每个礼拜出现怕面过火，别人只问为何在家等候，跳过挥霍我的沉默，我的舞台会在哪里出没，是不是要遇到不合的才懂，故作坚强伪装我的脆弱，就叫困惑。 Take two 5, 4, 3, 2，反复磨练着剧本，镜头下切换人生，空虚孤单寂寞全忘了，等待上映那一刻，准备好你的掌声，人生没有剧本，只能 action。 画面里坚持延伸，追求完美的竞争，梦想跳脱框架更快乐，打爆谢幕的掌声，往现实世界启程，没有谁能够禁止你狂热。谢谢大家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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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我是陈梦如。小袁，许凌云，魏尔森，蔡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赖浩哲，身高172公分，体重先不要讲好了，还在减肥。太多了。工作人员其实都还蛮辛苦的，他们一直是在幕后，就是当一个推手。不是演员最辛苦，最辛苦的是幕后的团队，是一个要通力合作，花很多时间的，很多脑力的工作。但是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个产业，然后也是在替我们的梦想努力，所以我觉得一起辛苦一起努力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。大家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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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